这次的台湾建筑奖有两位，台中车站张书建筑师事务所加台湾市集。我看你今年入围这些作品以后，好跟我们就是说，今年又觉得很棒，因为看其他的作品那个成熟度啊、精致度啊，都比我们那个车站要到位，或者评审认为我们创造太多的困难，我们解决了这个很多的困难，所以这个以困难度来说，也许我们可以列第一。不过这是唯一案子，我们去送五溪省的时候，范围比原来指定的要大。那能够做这么大，是因为他们把那个轨道的那个形状重新修过，所以这也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只有他们能做。我们两个月时间，外观没有改变，那个幅度没有改变，柱子没有位置没有改变，可是我们可以把它从薄膜变成柱子，那台铁有台铁的这个算盘，好，那铁杆局有铁杆局的这个要求，台湾瓷器有台湾瓷器的这个效率，好，那我们做建筑师有我们的想法，那台中市政府在这个中间有很多想法，那他们希望利用这个车站来缝合原来被铁路掀盖的所谓的前后站，也希望借这个车站能够刺激台中中区的再生。那从胡市长到林市长到现在的卢市长，都对这个案子算是有很多的寄望跟想法。那当然我们参与这个案子时间很长，我们是从都市计划，也是别人在做，可是我被胡市长丢进去协调这个都市计划，从那样开始做到最后变成我阻挡那个某种程度的阻挡那个都市计划，一直到后面再经过进度再做建筑设计，所以这个时间很长，那这个也蛮完整的，是个蛮有趣的这个事情。那台中市政府也对我有很大的信任，我也被议员攻击过，也被教区议会骂过，所以这个过程也都很刺激。但这个现在事过境迁，现在回来看，总觉得这个案子是没有做完。我们设定了很多事情，旁边的这个环境也还没有这个发展到那个样子。所以那天我跟评审团讲，说也许你三年来看一次，五年来看一次，十年来看一次，我们的这个气度就越来越清楚。其实田庄这个有机体里面，就是大概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第一线跟业主，然后跟营造商在，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还有好多同事在新的方面都还在持续在进行关铜二期的工程。中国小跟新竹市政府他们真的是一个非常的特别的业主。那我们在新竹这段时间，其实也在新竹的风土，不管是跟环境有关的，跟人文有关的，让我们整个事务所又提升了很多，也学到非常多的事情。那今天在出发之前，我有跟同事在开玩笑，我想说得奖那一刻要用什么姿态，是金曲奖还是金马奖？到奖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说我好像真的没办法作为一个代表，因为在这个照片之后，其实背后其实有很多很关注。我以前都跟人家讲说，关注完成到现在，我并没有什么开心的感觉，因为我都永远只看得到缺点。当然，除了现场的缺点，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借由这种高密度、高张力的现场，其实反而看到更多是自己的。其实最难面对还是脾气、耐性，跟那些你自己最无法面对的事情。